Hello，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我是你们的 Yuki 姐姐啦。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呢，是想和我们的观众小朋友带来一个我们这样的一个生日奶油蛋糕的小玩具，它其实呢是一个我们的按压球，或者是叫做一个减压球。那么我现在呢是想要有一种好奇心，想要把它打开来看一下它里面的一个内容。看一下它里面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其他的好玩的一个东西在里面。我们先用我们的剪刀，想给它这边剪一块我们的生日蛋糕下来。大概在中间的地方给它剪一下，感觉有点像棉花糖的一个手感。就在这边是要给它剪平。那这边的话呢，我们还可以把它取下来。如果你喜欢的话呢，也可以把它做成一个我们那个挂件，然后你可以把它挂在你的手机项链上啊，或者是把它挂在任何的一个小的包包的边边角角上啊，都是可以的。它还有一定的弹性，我们还可以给它拉一拉，超级的可爱。那我们可以把它挤压成非常小的一个地方。现在呢是慢慢的变大，手感呢是非常非常的柔软的这样的一个手感，然后非常的黏黏的。那我们可以重新的把它再放回去，然后再给它放一些小的草莓。可以看到我们的蛋糕的话呢，中间还少了一块。那我们的蛋糕呢，又重新的变得很圆满啦。那在中间的话呢，是本来是可以把它重新再夹回去的，因为它里面呢应该是一个软的硅胶哦。那现在呢，我们是可以把它取下来，然后是穿在这个小的手链上，或者是穿在我们的钥匙链上。非常棒的一个小点子，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如果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忘了给我们一个大拇指向上的赞，订阅我们的频道，或者是在视频的下方给我们留言。下期再见。